主管，你右边有哪里？七六岛，七六岛。我们往图书馆那边走，然后我们往图书馆那边走，然后刚好跟小 S 会合好了。小 S， 反正我就没事就开个两枪，你自己听。我就拿小枪，没事就开个两枪，自己听我们在哪边。马来西亚，你到时候报一下点，大概我住我往那边走。我们现在就往图书馆那边走啊。哦，我现在在二八公园的左边。他倒了，他倒了。那我要往图书馆过去。他倒了，他倒了。我是猜他们会去封锁线，或者说暴怒人啊。哦，他们刚追到封锁线啊，有一个就是挂网龙被我杀掉。暴怒人就这边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封锁线也可以看一下。暴怒人现在蛮暴怒人，暴怒人就暴怒人就死了、啊，没有人在打。炸掉那个。小孩子有听到我对空鸣枪吗？没事的，没有，我离你很远，我离你很远。他被我夹到，他被我夹到。体育用品店。别跳，你别跳，你别跳，你别过来干。我这边好。我听到我左边有枪声、哦。他被我炸死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开大，开大。所以你们要往那里走，再报一次。图书馆。但属于最吵。OK，OK、okay, okay。噔哎，我看到了。你是在那个问旁边哦。白痴，我们要让这个暗区有这个暗区这样子才会有生生不息的力量，你懂吗？暗区永远都没有红人，多无聊啊！我射到你了，干靠呗！然后想说后面怎么突然有红人？我看小地图后面突然有红人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你觉得他打完图书馆会往哪边走？哎，原是封锁线啊！封锁线是哪边？底下地图的正下方那条大路的直直的正中间一二区正中间，对，有人的白色掩体耶，我才刚有大而已，哪里这边在我这里，我这里在追追，哎呦呦呦，那 K 开头的 K 开头的两个，一个而已，目前只看到一个，包住他，包住他，麦克风还没关，包住他，麦克风还没关，还哪，这边。他在跑，他往体育用品店跑，对不对？对。跟他，一个人的话，我们就玩弄他。Hey friend, hey, can you hear me？ 那个没事跑过来了，等下走到一半遇到另外一团人，人家以为我们六个人。Hey，Hello，Hello。对前方还有人，对前方还有人。他有没有跟他朋友会合？枪换好，枪换好，子弹准备哦。有带装备哦。你在找。这个人在补自己血。这个人在补自己血。两个。两个人。星星来了，星星在路口右边。他们在打怪哦，准备哦，准备哦。没有，他对我们放那个。打。不好意思哦。Agent on your team has down. 他开大。来帮你讲话，会从他的那个喇叭那边说。Hey, can you hear me? Can you hear me? 跑啊！接着打。嘣！No。他等级太低啊，好无聊、啊！这人一点都没有生命力，他一点生命力都没有。那个 B 开头比较可怕。我发现啊，那个用闪光弹闪人根本不会变红，不会变红啊，只是他会瞎掉、啊，状态不会变红、啊。所以我可以先给人家状态，你们再上来打，干好靠北的那种。No！ 还是我不是这个原始。No！ 哇！My eyes are open。我
跑不到人、欸，都跑哪里去了？麦卡利，为什么这游戏人会一下消失，一下就一大堆啊？奇怪啊！不死哎、欸！我觉得暗区太大了，暗区红人。可是我看上面，我看武器一直被清的，你有看？斗牛犬，武器一直被清。没吧？那个是倒塌鹰架跟那个直升机 always 是坏掉的吧？他没有被清啊，他有被清，他就会回收啦。斗牛犬在前面了，斗牛犬是血不是满的哎、欸？为什么？我们也没有杀新手区啊，我们刚好遇到60等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靠北，这是白人吗？这是谁？哪里？巴拉头。巴拉头，巴拉头，巴拉头。哎、欸，别别别别别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我救他啊，干！我救他，然后你们再把他干掉啊。哎、欸，那白人，我巴拉头。靠北啊！准，太准了。这里按 GBK， 我干！突然有炸弹啊！哎、欸，谁在干扰？白人啊！谁在干扰我？图书馆又摆了。图书馆又摆了。刚刚应该是挤了吧？没有吧？刚刚是摆，刚刚就是摆。好、啊，不然我们去看一下、啊。摆、okay. 那么近。走了，不要打怪啊！怪有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该去六区杀人，去过啊！六区怪比人多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小队中有位队员不承认与国土安全局的联系，他已经被标记为叛变特工。你居然是 Rogue？ 靠北，我怎么走到韩国城了、啊？走错地方了。嗯哈巴够来就被制裁他小干有狙击枪啊，我想说什么东西打我那么痛，对面啊，那个另一边的狙击枪，队伍成员不承认国土安全局，你的队伍已被指名为叛变状态、哦、好想加入第一波特工哦，他们那么厉害，第一波特工可以建立这么庞大的暗区，一定是大大。有人吗？目前没。整个暗区都没有人、欸，他们都跑去秋子吃饭。超神。我决定去228看一下。注意，你的小队有位队员不承认与国土安全局的联系。好，我要开一下游戏语音，不然没车听不到。哇，也是好。他有双翼在发光。看巧克力棒超烂、欸，巧克力棒要吃，吃要 1.5 秒。我、哦、吃巧克力棒要花 1.5 秒，妈的 1.5 秒我都死了。Rogue， 谁是我？是谁？是白人。Rogue。单人地区暗区是啥小？到底暗区为什么要单人地区啊？单人地区暗区是给边缘人玩的吗？单人地区暗区跟不是暗区的外面的主线有什么差别？我们现在也蛮像单人地区的、啊，都没有玩家。真的没有玩家。这有点少，算了，
算了，我们杀掉暴怒人好了。Rogue 哦，对哦，单人地区唯一的差别就是你的装备必须要那个撤离，跟外面不一样的点在这边，要撤离。我近点哦，瞄两只，三只。我们用掩体打，根本是轻松虐啊。哎，炸弹子在前面。哦，谁狙那么痛啊？哎、欸，有路人，后面有路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杀！哇、哦，怕打后人哦。小史，你要退一下、哦，小史你要退一下、哦、他现在开大状态哦，他大状态哦。哇、哦，好白哦 ，fuck！ 没了。他那么想杀我，是杀小啊！干他这样就杀得到我哎、欸！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！干我，你敢不信？七八，他怎么硬啊？还被暴怒人偷？他死了吗？他死了。干！我没有按到补血啊！我没有想到我会死。My bad。Leg 是 Leg 吗？那个，干！我都莫名其妙死掉了。哎、欸，我没办法救你，我没办法救你。救我！哎、欸，你们真不很危险，快走，你们快走，都有点危险。我没有扫描。为什么他妈有人在贴那个 Franger， 然后是真德的图啊？这是傻小啊？这改图啊，好厉害哦！怎么办到啊？对，有人来是不是？我看到 KKK 有人在贴 Avenger， 然后他是真德。袁指导。哎、欸，他来了！他不敢射，他没大。啊、哦，我倒地。准备要开大哦。两万挂满天飞，直接收。为什么有这样的言论？外挂满天飞，那他也变红了，他应该喷更多。欸、说老实话，我到现在都没看过任何一个外挂、欸。我知道有外挂，因为你们都遇过，对不对？而且外挂前阵子有，最近是没有，最近都没遇到、啊，最近就比较少。他可能觉得杀这个人凶了，没吧？就他自己，他可能有做了一些措施。不然我跟永昌每次打，我们已经连续立了两次了。可是倒也没有到满天飞这么夸张吧？满天飞是什么样的概念？真没到满天。满天飞。不过你就看到一个人，然后红。满天飞就是五星的。你要暗区在地板上都看不到人，你都要抬头看。阿茂也过来这里。你都要抬头看。阿茂也过来。嗨，哪边？我们上期外挂，我要蹲在这里，我跟扫地蹲在这里。然后他在哪里打到我们？知道吗？他在这里打到我们这边这个位置。六，然后一次我们六个就死了。我们六个就死了。我们还有另外一队六个人在這裡。另外一队，他们先杀那四个，然后再杀我们两个。干好猛哦、喔，真不愧是外挂。他杀你们有什么好处啊？这游戏杀人一点好处没有。他就只是过来看有没有装，然后这游戏要让他们要让整个暗区生生不息，充满了活动跟精神，还有生命力，就一定要有分身。没有分身，这个暗区根本动不起来，跟死水没有两样。他只要不把红人改成会那个有经验。结束会有经验，一点都不会有人想要杀。左下来闪，左下来闪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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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要扫一下，刚刚那个 G 开头那个可能又会来了，帮我关掉啊。香港比较多外挂，屁啦！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香港人啊。假如香港比较多外挂，我们再来讲，一直都连到香港服啊。
外挂怎样的外挂？穿墙爆头，必死。就是他把外挂全部必死无疑。穿墙爆头，必死无疑。是这道外挂，他可以做出能人办不到的事情。可以眼睛要枪声前面人。我扫。三十刀，可以云线在背后。云线有飙到。站桩一打四，干好屌！这么嚣张的外挂，他妈还是第一个。哦，你怎么死了？哦，没有人啊！救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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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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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交给你！交给你！交给你们！交给你们！冲突了！喂、OK ，他用渴求的眼神希望我救他，我送他上。永生，我先永生。永生没有人吗？如果追不上，他们时间到了，那个飞机大来了。看你扫到两个，感觉再杀个一轮，我们就该休息了。这人太难找了，这个时间应该是最多人的时间，我们还找不到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他们都在秋之期盼，秋之期盼有人吗？那边对，还没到，那你要走地下室过去吧。你那里过不去啊！你要走地下室过去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要是你那边危险。有，应该有人在打怪，有，一定有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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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离开范围了。哦，他得威。哈德威，看我应该要有一个白狼，我应该要论文出哈德威才对。我的哈德威会死掉。哈德威理论，差点要死。我被哈德威困住了。哈德威爱你啊！但我觉得我的哈德威理论很屌哎、欸。你上来之后就看到他了。我上来之后就看到他，他在哪边？我没看到啊。看到了，超软啊！新手啊，干就没有高手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高手哎、欸！那个暗区那里有一个在亮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杀最后一轮吧，过去杀最后一轮高手，我们休息。Go！ 我们暗区五十了吗？早就五十啦。交就息了，哈德威爱你、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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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德威与斯波神学的理论都挤，干都要讲到，请问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一个东西一直都没有。之前想问一直都没有问，现在观众是活人的打个加一，没有叫你，假如你不是那个订阅者，不要打加一，你打加二，不然你会被 ban。订阅者就用一下图片吧，我要看一下观众有多少人在活人，然后愿意回答问题。啊、我刚刚说订阅者不能打加一啊。好，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叫做，假如今天你只能选二选一，你会吃咖喱味的大便还是大便味的咖喱？假如一号是咖喱味的大便，二号是大便味的咖喱。你会吃哪一个？你会吃哪一个？自杀草，自杀草。一号是咖喱味的大便，我发现这个二号是大便味的咖喱。阿拉西烧烟。来，我看聊天室的观众会怎么回答。
这样我比较快，可是应该说我看我比较快，可是蓝帽的时光是他比较快。大变味的咖喱，明明同样时间出发，可是他却比你先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都要回答一号或二号。我自己比他快到，咖喱味的大变或大变味的咖喱。你选择死亡，不能选择死亡，他妈就只能二选一干，没有第三个选择。选择死亡杀小。我决定来问观众，什么是咖喱味的大便跟大便味的咖喱？经过亚伯雷的理论，这个题目充满着问题，充满着恶意吧？后面有死神，后面有死神。好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好，不管你们回答什么，首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咖喱是怎么做的？咖喱是由新香料去做的，那请问你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做出大便味的咖喱？你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做出大便味的咖喱？这个问题有没有很深奥？干天啊，我要怎么做出一个大便味的咖喱？然后还没有很简单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放一些新香料，比如说我先吃咖喱，然后再把它出来。Maybe 是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以后假如有人回答说他要吃咖喱味的大便，这个回答应该是算是蛮正确，至少他是咖喱味。假如你要吃大便味的咖喱，我记得有白人，你可能吃的是你可能今天吃到的不是大便味的咖喱，你可能吃到的今天是大便味的大便。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着陷阱。有真人，有真人，有真人，有真人！你是在后面啊？靠北，他妈这个是……哈哈。来，我这边有。你那边有？对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其实充满陷阱。以后拿这个问题去问你的朋友，只要你的朋友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想吃咖喱。他正在往二八公园移动。你的朋友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想吃咖喱。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不要吃到肚子里面出问题。这边，我不要吃到肚子里面出问题，我要吃大便味的咖喱。你就跟他说，恭喜你，你今天吃到的是大便味的大便。恭喜你，恭喜你吃到大便味的大便。干，我觉得这题你去骗你朋友，你还是笑他笑一整年。干吃大便魔人，他看着公园中间的怪爱吃大便，困惑白痴，然后叫了直升机，可是没笑他。这刚才勾灯，吃大便味大便，白痴就是他，他刚把他1216，还不杀他？七零七二安娜呢？叫了就跑，他没跑啊。然后这个问题衍生出来的题目就是啊哈德威，我想一下，找一个哈德威出来看一下，他在往暴怒人方向移动，选择之前要先看外观。好，接下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在场知道斯波生雪跟着的人，公园有人，举个手，打个一，不要打加。假如你是那个订阅者，就打那个图片的加一。知道斯波生雪的人打个一。那个飞机都他叫了、啊，我这边应该只有他一个人而已。你知道斯波生雪？你不知道，打个屁哦，操！哪边好？我就跟着你，我都没有跟他，都没有看到。还在我的前面，他不太敢进来教。你们都知道吃波生雪？哎、都知道吃波生雪。干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们都知道吃波生雪的妈妈是谁？先把妈妈全名讲出来。到底在哪里啊？现在，先把他妈妈全名讲出来。他在往这个 safe， 干我还不信你们都知道。天啊！
最会跑，他超怕哎、欸，超级怕，追不到哎、欸，在哪边啊？等一下，我要去找一下哈德威，我要去解释一下我的哈德威理论。没血，傻小。好，好，看起来你们还是知道直播升血。不用了，找不到。OK， 他跑超远。所有人都知道直播升血的个性呢，是找他哥哥说什么，他就会做什么。他凡事都为哥哥着想。甚至不容许他哥哥被人家侮辱什么之类的，全部都不行。只要跟他哥哥有关的事情，他一切都是认真到不能再更认真。哎、欸，这 U 开头的。那今天有一个难题出现。对，又是一个难题。天哪、啊，又是一个两难的难题。你只能选一个。哎、欸，我看到 U 开头的。其实你可以选三，个。但那是现实生活中才可以选三个，这边呢，在这里你只能选一个，二选一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找到那只怪。哈德威，哈德威 ，The fuck is 哈德威。好、哦，小弟我在你们后面，是不是他小痛 ？OK 啦。完了。又看小痛在哪里啊？他妈叫没血干。没血 ，the fuck， 他没有原事哦，我闪他，不是他哥哥问他这个问题啊，他哥哥不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啊。哈德威没有同声，他在哪里？他在跟怪打架，他现在不往侧一点中间过去了。哇，哈德威没有同声，求了，我这个理论需要一个哈德威。好，我用叙述的方式让你们知道哈德威怎么样一个人。哈德威呢？大概最会跑，大概长这样。哎，哈德威大概长这样。那个 G 开头的那个，哈德威大概长这样，但是他的身形呢，比吉祥胖三倍，大三倍，圆三倍，个性火爆，没事就会拿他的喷子来喷人，个性火爆，这个是哈德威的性格，这个是哈德威的长相，看不到，这个是哈德威。好，他今天呢？他被怪打没有？没有，我让他被怪打。今天你遇到一个两难的难题，你有两个女生可以选，一个呢是斯波生雪，但他的性格是哈德威，他就鸡掰，个性火爆，屌都不屌你，然后他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甚至不惜他想要的事情去当个婊子都没有问题，没有错。他拥有哈德威的性格，这个女生叫做我们叫做斯波生雪，她的长相是斯波生雪，天使的脸孔，魔鬼的身材，但是她拥有哈德威的性格，她没事就会拿喷子喷你。哪一天你被他杀了你都不知道，哪一天他在外面给你戴了绿帽你都不知道。这个是选择一号，斯波生雪，我们的参赛者斯波生雪。第二个，他是哈德威，他长得就像哈德威，他就是哈德威，但他的性格是斯波神雪，他什么都替你着想，什么都愿意为了你做，他无时无刻心里只想着你，不可能给你戴绿帽，为了你他甚至去死都没问题。这个是第二号参赛者哈德威，请问你会猜？你会想要一号参赛者斯波生雪，还是二号参赛者哈德威嘞？没吃过来啊？还是吃大便会是咖喱？你可以选三号，我没有女朋友啊。但是这个选项目前现在我们先禁用，不能不选，我们不能不选。妈，这棺材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你们这个了。
选择死亡。我宁愿不能当单身狗。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在，它就是个两难的哲学题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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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刚刚说到升学的性格是这样子，但是升学现在把你当成哥哥，他就是什么东西都愿意为了你做，但他长得像哈德威，他是二号选手，我们的二号选手长得像哈德威，看起来就像个哈德威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哈德威，但他的个性是斯波升学天使的性格，无时无刻替你着想。来亚特，来亚特，有两个，后面两个，一个倒，一个倒。然后一号是参赛者，斯波神学，天使的脸孔，魔鬼的身材，可能会为你，可能会让你戴绿帽。他什么东西都只为了自己着想，他根本不在乎你。他倒这是一号选手。我血有点惨。如何？我躲一下，干，我没躲掉。原是啊，原是倒，原是倒。哎呦 ，C 二二二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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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这个就是我们哈德理论的最哈德威理论的最后哲学。来啊，选二。为什么选二呢？他是无时无刻替你着想，他你要叫他做什么事，都叫他做什么事。你今天选了二以后，第一件叫他做的事就是去韩国一趟，把他整成斯波升学。没有整成斯波升学，钱不要回来，整到死了就算了，我也不是很在乎。在重点就是今天他就算整到死了，或者整到烂了，他也会觉得这些是正确的事情，他是为了你。他是为了你做，他一定要这样做，他一定要整到成功。今天整到死了也 OK， 他不会花你的钱啊。他觉得这些东西他应该要做的。这是我们哈德威理论，选哈德威以后，叫他去整到行了再回来，干着靠呗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就是问题的两难之处啊！整形要钱，不是你的钱啊，对不对？哈德威会自己赚钱，哈德威会自己赚钱，超靠北！没有，这只是问题啊，这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上，现实生活上才不会有这样个性的人类，现实生活上才不会有这样个性的人类。你以为像苏菲个性一样的人，他妈天天会出现在马路上，是不是？少假了，每个都假装成自己这个是这个个性，怎么可能？别闹了，问题是问题啦，不要把它扯到现实生活中就好了。世界上有这种女人就好喽，这就是为什么魔法科高校猎人生那么厉害啊。生出来小孩子，他才会不会生出来就杀死吗？这就要看你未来的发展，搞不好，你可以选一啊，对不对？长期想要播种，你可以选一啊。跟打精装一样。好了，不闹了，差不多要关台了。今天整天都在打暗区，其实我从昨天晚上十一点开始练的，练到三十等，大概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才三十等，然后我就练超级久，然后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那练等的时候忘记防卫部的天赋可以增加10%经验，所以我们练超级无敌久，练了超级久以后，然后我们又不可能只是大的带小的，我一定要回去带他，所以我练满三十等以后，我又回去带另外一个人，然后带到大概下午三点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弟不小心睡着，七点才起来。然后开个台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暗区理论，就是当你有一个分身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死天不怕地不怕。事实证明还蛮成功的啦，假如没有秋之期盼的话，应该很多人会在暗区被我们杀掉啊。事实证明还蛮成功的，而且实际上也真的在暗区的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强，对吧？差不多，实况就差不多开到这边吧。告一个段落。假如你喜欢我的实况的话，记得在左下角按一下 follow。假如你愿意支持我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订阅，拿到八个图，前面有个可爱的肉掌，在别的台可以打加一。我讲话怎么那么溜啊？卖药啊！在别的台可以打加一，不被 ban， 还可以骂台主白痴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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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宰一个盖个印章都行。那记得在我的粉丝团，我这边有连结跟 YouTube。晚安，先生。
订阅一下，以及我 YouTube 最近有一个新的精华叫《黑暗炼金术》，是里面有提到是古拉福塔，也就是我们在玩的这个苏菲的炼金工坊，然后第十七部的炼金工坊的这个游戏，我们玩到快结局了，预计是下个礼拜就要把它玩到结束了，可以看看。然后里面有一些实况的精华，像是小镇惊魂、失忆症、黑暗后裔，然后我的 YouTube 里面，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不错的影片，是一个两个到了，可以进。最近有一个不错的影片，是关于 OBS 的设定，关于 OBS 的设定以及痊愈来源的使用，里面都有教学，就是 OBS 怎么样设定啊，为什么会卡啊，原因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全部都有在我的 YouTube 里面。有一个影片，全部都有讲解。OBS 该怎么设定让你的画面变漂亮啊？然后怎么样设定在切换场景的时候能够做到快速的切换？比如说像是在外面干这样，我们外面的设置，像这样，类似这样子。的设定在 YouTube 上面我都有提及到，所以假如你有兴趣开实况，或者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YouTube。记得按个订阅，在 YouTube 那边订阅是不用钱的，在 Facebook 按赞也是不用钱的。那假如你愿意支持的话，你也可以花小小的钱，今天好像170几块吧，来订阅一下。C2I3 C3I C23，谢谢订阅5个月，把拉倒。啊，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啵啵啦，啵啵。好，最后。推荐给各位一首歌，我贴在聊天室。这首歌是